为了大家带来的重返瓦尔哈哈哈哈哈啦。稍等一下。发现音乐没有听过，瞬间有点尴尬。
信一点吧。我相信啊，我相信他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事物。我愿意奉上一切，奉上我的所有，把一切都献祭给神啊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付出了鲜血以及性命，换取那一辈子的荣耀。一辈子荣耀。见证
这一切。他等一下如果有投票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投给我们哦，谢谢大家。他们是去年的盟主，他们拿着盟主之旗，他说绝不退让，如果谁要夺这盟主之旗，他要把它吞下去。那接下来因为